第318集。傍晚时分，五味盟总部办公室里，比鲁斯打了个哈欠，将脑袋搭在叶婉婉的双腿上，一双摄人的眸子看向叶婉婉。此刻叶婉婉确定四周无人之后，这才把手机取出来，旋即看了一眼 QQ 消息。叶哥，你去哪儿旅游了？外太空吗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叶哥在吗？叶白，最近去哪儿了？一直没有你的消息，电话也打不通，看见留言请回电。叶婉婉将短信看完之后，动了动手指，将每一条留言全部删除干净。这些短信如果被旁人看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即便是母亲梁婉君，叶婉婉也很少通过短信联系，只是偶尔会报个平安，了解一下梁婉君最近过得如何，并了解一下叶慕凡和父亲的近况。将短信删完之后，叶婉婉给聂无名拨了个电话。喂，出来见面，有事找你。幽冥妹子，见面没问题，先把雇佣诸星佣兵队的钱给结清了呀。地址已经发给你了，到时候一起结算。叶婉婉说完之后便把电话挂断了。旋即叶婉婉起身撸了一把比鲁斯和大白之后，转身离开了五味盟。原城某家茶馆，叶婉婉等了足有一个多小时，聂无名这才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。这里！叶婉婉朝着聂无名喊。聂无名四处张望了片刻，见到叶婉婉后这才大步走至。有名妹子，这么着急把我叫来到底什么事？还有诸星佣兵队的卷毛说你没付雇佣费就跑了，这赚的可都是辛苦钱。有名妹子，咱可不能赖账啊。听到聂无名的话，叶婉婉忍不住地白了聂无名一眼。我是赖账的人吗？上次出了点事儿，没来得及付。那是有名老板的财力我还是信得过的。聂无名喝了口茶水，凑至叶婉婉的身旁。有名老板，你看是刷卡还是付现金？支票也行。急什么？还有一单生意，做不做？生意？叶婉婉盯着聂无名微微一笑。什么生意？聂无名一愣。当然是雇佣生意，不然找你做什么？我以为有名老板你是来还钱的。三句离不开钱。我现在需要用人，这单如果你接了，到时候一起给你，一分都不会少。如果表现得好，还能加钱，怎么样？叶婉婉盯着聂无名笑。有名老板，你打算雇佣人做什么？有一处世家得罪了我，我准备给他们一个教训。行啊。聂无名连连点头，盯着叶婉婉。有名老板，这种事情你找我就算是找对人了，我们是专业的。不过有名老板，你打算雇佣谁？我手底下的佣兵队很多。还不等叶婉婉开口，聂无名取出了一根笔和一张纸递给叶婉婉。有名老板，你上次对诸星佣兵队的服务还满意吗？满意请打四颗星，非常满意五颗星，不满意一颗星。我们也都是企业化，需要业绩考核的。这特么真是活久见了，刀口舔血的雇佣兵居然要顾客打星评分。无奈之下，叶婉婉在纸上画了五颗星后将纸笔还给了聂无名。能谈正事了吗？可以可以。聂无名点了点头。有名老板，这次打算找什么佣兵队？T1 级和 T2 级都不错， T1 的价格贵一些，T2 实惠点，性价比高，不如这次还是诸星佣兵队怎么样？都那么熟了。然而听完聂无名喋喋不休后，叶婉婉却是摇了摇头，盯着聂无名微微一笑。这次我要雇佣你。听闻叶婉婉此言，聂无名顿时一愣，雇佣自己？回过神后，聂无名却是连连摇头。有名老板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大小也是个老板，老板不接受雇佣。
听闻聂无名所言，叶婉婉一阵无语。这又不是他在华国没钱吃饭的时候了，来到独立州果然翅膀硬了许多，连雇佣都不接了。这样，你可以雇佣一枝花、神虚道人、小甜甜和死鬼，怎么样？他们都是超 T 一级佣兵，虽然贵了一些，但你放心，绝对有贵的道理，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聂无名朝着叶婉婉推销道。叶婉婉拖着下巴思考状，最终叶婉婉开口，那我雇佣一枝花。哦，有名老板，是这样的，一枝花外出任务去了，这几天都没空。聂无名实话实说。那我雇佣死鬼吧。死鬼和一枝花一起外出任务去了。聂无名微微一笑，看着聂无名那张欠扁的脸，叶婉婉的嘴角微微抽动，玩他呢，刚才还介绍的那么起劲，现在反口就任务去了。不过小甜甜和神虚道人都在，有名老板，这两个人不可小看，都是我最深爱的部下，如果不是咱们那么熟，我肯定不会介绍给你的。这两人确实也可以。最终叶婉婉点头答应，同时雇佣了神虚道人和外国搬砖友人。这两人的实力叶婉婉自然是信得过，只可惜一枝花和死鬼另有任务，否则四个人一起雇佣。神虚道人和小甜甜我全要了。嘿嘿，有名老板，要不先把定金付一下。聂无名盯着叶婉婉开口笑道。然而叶婉婉却道，等任务完成之后一起结算，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最终聂无名却也只能妥协，叶婉婉现在不愿意付钱，他也没招啊。与聂无名谈完之后，叶婉婉起身离开茶馆。此时北斗和七星领着挑选出来的精英已经先一步前往北区，正所谓月黑风高杀人夜，带着100人就是趁着天黑前往北区打那阿修罗附属势力一个措手不及。不久后，外国搬砖友人和神虚道人在茶馆附近与叶婉婉会合。有命老板，出事了吗？外国搬砖友人走着叶婉婉的身旁，满脸笑意，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。闻声，叶婉婉的嘴角微微抽动。没，你吃了吗？我吃过屎了。外国搬砖友人连连点头。这么恶心的话题，他真的不想谈论。而且，难道这货到现在都不知道屎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也太不科学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叶婉婉却能够理解，像外国搬砖友人这样级别的佣兵，即便是与人接触，问旁人吃屎与否，旁人也应该不太敢接这个话题，估摸着更加不敢与之解释吃屎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有命老板，没想到你也来了独立州，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，我要请有名老板好好吃一顿屎。啊，你自己吃吧。谢谢啊，您太客气了，到时候我请你吃吧。叶婉婉硬着头皮道。便是叶婉婉也不敢告诉搬砖友人吃屎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搬砖友人知道自己被神虚道人和一枝花坑到这步田地，很有可能会立即翻脸，并且将他们活生生打死，一定会的。有名老板，队长说是北区的一个世家。叶婉婉微微颔首，将来龙去脉告知了两人。有名老板，你居然冒充无畏盟老大。外国搬砖友人诧异地看向叶婉婉。这有什么，有名老板还带我们冒充个死亡玫瑰呢。仔细想想，似乎也是这么个情况。真没想到，有名老板还有这种特殊技能，什么人都敢冒充。与两人闲聊一番后，叶婉婉便驾车带着他们前往北区。
直至天色渐黑，这才开车到了独立州北区。不同云城，北区属于郊区，便说是人迹罕至却也不为过。北斗和七星已经在此处等着叶婉婉，见叶婉婉走下车后，这才朝着叶婉婉靠近。见到这般阵势，神虚道人笑道：有名，白盟主，你带这么点人就想过来寻仇，只怕不太好吧？叶婉婉瞥了神虚道人一眼，切，我要是带够了人，我还让你们来做什么？听闻叶婉婉此言，神虚道人微微一愣，似乎也是这么个道理。风姐，这两位是？七星朝着神虚道人和小甜甜打量，蹙眉问：朋友。聂无名手底下的佣兵很少在独立州出面，除非任务时，平常倒也十分隐秘，一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。而佣兵的第一原则，首先便是需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若是连身份都无法做到隐秘，那还做什么佣兵，接什么任务啊？尤其是神虚道人和小甜甜，更是无人知道。情况怎么样？叶婉婉朝着北斗和七星问道。风姐，不是很乐观。北斗满脸的严肃。阿修罗的那一处附属势力，那是袁家。袁家总部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有十几公里。只不过他们似乎早有察觉，十几个兄弟都受伤不轻。北斗走至叶婉婉的身旁，将经过告知了叶婉婉。随着北斗的话音刚落，又是几位五位盟成员接连倒地，自口中发出了阵阵咆哮之音，仿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叶婉婉看着几人表面平静，可内心却是荡起了阵阵涟漪。还不等叶婉婉开口，几人的眼耳口鼻里竟是有鲜血溢出，隐约之间甚至能够看到雪白的长虫蠕动。蛊毒！北斗面色大变，口中喝道：蛊毒？叶婉婉嘴角微微抽动，还蛊毒？你怎么不说被钢铁侠、蜘蛛侠、蝙蝠侠埋伏了？的确是蛊毒之术。神虚道人和小甜甜面面相觑，神色略微有些诧异，这袁家竟然也懂蛊毒之术。在他们的小队之中，唯独精通蛊毒之术的便是死鬼，不过现在死鬼却不在。如果是真的蛊毒之术，确实有些棘手。见神虚道人这番模样，叶婉婉不由一愣，难不成这个世上当真有什么蛊毒之术？叶婉婉原本想将那几位无畏盟成员给拉起来，只不过却是被神虚道人一把抓住，并且朝着叶婉婉摇了摇头。很快咆哮之音消失了，几位无畏盟成员面色煞白，丢了性命。此情此景让叶婉婉的大脑有些混乱，她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如此不可思议的场景。叶婉婉刚想开口，脖梗处却是一阵奇痒，好似有蚂蚁爬过。叶婉婉下意识想用手抓挠，可神虚道人的面色却是一变：别动。几乎在须臾之间，神虚道人一指弹出，将死死依附在叶婉婉脖梗处类似蝎子的小虫给震飞出去。这是虫蛊？外国搬砖友人神色惊诧。在独立州的确有人懂蛊毒之术，但是如此精通的虫蛊？叶婉婉暗暗心惊，甚至是难以置信，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当真有蛊这种东西吗？当即叶婉婉给神虚道人使了个眼色，旋即带着神虚道人走到车里。有名老板做啥？神虚道人满脸的不解。蛊毒是怎么回事？你别告诉我真有这种东西啊？叶婉婉满脸好奇。神虚道人却是十分笃定地点了点头。有名老板自然是有的，可能有名老板并不清楚。叶婉婉的面色刷得苍白了，真特么有这种玄乎的东西啊？
他可是生活在21世纪的唯物主义青年。有名老板应该知道苗族吧？嗯，那谁不知道？现在苗族不都开放了吗？都能去旅行参观了，哪有什么古树？有名老板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神虚道人看着叶婉婉，严肃道：苗族又分红苗、白苗、青苗、花苗、蓝苗，如今对外开放的是这几只苗，还有一苗却是最为神秘的一只，名为古苗。古苗？叶婉婉微微一愣。不错。神虚道人颔首：古苗善古最为神秘，而在整个苗族会古树的只有古苗。有科学依据吗？叶婉婉不信邪。很难说，但古苗并不开放，与世隔绝，这东西你想研究也没法研究啊。开玩笑吧，那养小鬼什么的难道也是真的？叶婉婉眉头紧蹙。这就夸张了，那种蛊都是传说，不切实际。蛊的确存在，但你说的那种养小鬼是扯淡的。神虚道人摇了摇头。